我不转是有好处的，有些游戏就是你懂的，能绑退去。那啊，我转来移开也始是动有了。些好处的，对，所以我是最后希望。最后的希望。哎 欸，他们是不是想来啦？我还想说我要盖房子、欸，哎，已经闲到要盖房子。哎一呦想，哎呦，这怎么弄的啊？四个合在一起对啊，四个合在一起，哦。哦，盖房子，你要开房子了吗？盖 房对子。啊。有中介楼梯吗？没有。没有，我刚刚也想要试。哎，哈基也想过来可以了。烧中啊，不介，行，哈烧基东想西过太来了，贵。各位。他是在哪里？叠高高，你们看到？哦，他不知道想干嘛。他叠高，他也用不到我们吧？钓竿，对，对啊，没没有，有啊。反正他到时候叠高，他要下来要用跳的下来啊。很可也怜。是啦。他又没而且有弓最箭后还有那是？个啊，限高限低啊。嗯。安德森他剑，是看到人了。你看安到德谁？森看剑，到谁？他站上面，然后去他想看盖各种八安德，七，是不把他打是？下。学屁学哦，抄袭！我告他！哦，哇，所所以以他是那样，八七我看哦。他七怎么盖？哦，完了，盖不到，看完了，你怎么盖！还以为你们在七盖房怎子么嘞。盖？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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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呦
哎呦，看不到。哈哈哈哈哈！好累哦。哎呦，第三阶段六十还是在我们这？嗯，哎、欸、，Z 轴 ，Z 轴在六十会不会在他们那边啊？哎、欸，对，我们要边界安全区上面都显示我们这啊，是我们这啊，但是中心点在他们那边。没关系啊，中心点会一直换。我要来工商了，工商，咦、欸。说你的那个吗？对、啊，八四一二三四五六，我还开自己的数字了。嗯，啊，中介时装还可以变成什么？好像是那可以烧那个爆开的哥莱古。什么爆开的哥莱古？讲真啊，用那个龙。那个不是哎哎哎，为什么？哎、欸，你看到他生气了？哎、欸，我没看他，我在看你的字啊。你在看我的字啊、欸？他生气。你举着，你举着，我举着，我举着。哎、欸，哇塞！哦，你的字好可怕、啊。我还是不要盖好了。你的字怪怪的、啊。你的字好可怕、啊。天哪、啊！还能乱看呢、啊？不能乱看了，看了就生气了。他们瞄他感觉也乱看，嗯，没有没有，这是我在顺。你说哥莱果可以烧、哦，可以烧，不过要花那个啊，烧。它烧了会怎样？它变爆开 的哥莱果，爆开会怎样？可以做成那个啊，中介族还有什么？哦、啊，原来是那个的原理。哦，按、啊、你那个做出来的东西就是那个。中介层的那个砖块，嗯嗯，哇，还有光亮耶！哇，你这还有很多木头，也不知道干嘛，再来烧。煤炭、啊，爆开的哥莱果啊，煤炭，你怎么会有煤炭？箱子拿到开箱的。嗯，反正在干嘛？花开吗？哦，嗯嗯嗯嗯，哎，停下来了，掉下面了，哎、啊、哎、欸，为什么？他好气哦，我不知道，什么什么什么，气噗噗哎、欸，气噗噗，安德气噗噗，他们呢？他们在打、啊、我啦，我这边不知道为什么对我生气。所以爆开的哥莱果可以做哪些东西？可以做砖头。那书都还是不告诉我，我的书好笨哦。紫破砖，嗯，
紫破专系哦。哦，二零零为什么偷我的爆胎哥来过？啊？有吗？有啊，我刚爆胎了，都没了。爆胎？爆胎了。对啊，爆胎你也要？哇，这附近好多只哦，妖兽啊！哦，好好想刷。哎，又生气了？为什么？他想打谁？他想打谁？打我！他是我，是我，他下去，他下去。你是不是做什么他们不喜欢的事情啊？我刚做了十件啊，还有生气的，还有生气的，嗯，躲在下面。哦，躲在下面生气，为什么啊？等一下，哇塞，所以不能在下面，安全区外了。我们在安全区外，负九十，负六十，在哪里 ？Z Z Z。负六十在另外一边，在他们那一头吧， OK, 不是吧 ？Z Z 我们这边 OK， 在这一头，在这一头。啊 X 走 X 我们也 OK， 啊 X 也 OK， 在这边，在这边，在这边，我这里，对我这里，我这里。哦，所以他们要来我们这边。看一下，还没有，还没有，兴高兴还没。哦，不敢抬头，对不起。低头，低头，这边，低头，这边，低头，低头，低头。往那边好，看到，看到，看到。对，反正是他们要过来，要用余光看人。嗯。是太多了啦，好恶哦、喔！多打一点，他们有可能会从上面来。嗯。哦，剩了，剩了，剩了。他们跑来跑去、欸，对，很可怕、欸。啊，白天了啦。哦。他们不喜欢白天。哎呦。可他们也在很低头。这样我们打着打着，他们有生气。哎、欸，顺过去打他们屁股要不要？顺得过去吗？是有那个啦。你说中介，可是他们会听到声音呢。等他们真的在扑的时候过来，嗯他们在吃，他们在吃，他们想要顺下去吧？他们想顺下去，他们顺下去。可是这里还没有，哦，这边小心看哦。来了来了一个，来了来了来了，杰克杰克，什么？我们这里有一点路可以下去。嗯，等他等他他如果顺上来，我们就围殴他。好，哎，他们生气了。像安德生气的声音，可他也有可能会跑到我们的这个下面。嗯嗯，还是挖一条往下。安德好烦哦，好烦哦他。可是刚刚往下，莫名其妙安德又生气。对啊，这不知道为什么。他打我，他打我，他打我！哇！天哪！哎，他发力啊！清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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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清怪！没事了，清掉了，清掉了，不要生气。我们这里还是安全的吗？啊，对对对对，那边是安全，他们要上来，他们才不是，他们得上来。对，我们就堵他们啦。安德终于不见了，他们在下面，我再挖一条路往下。不要生气，他们很偏呢。嗯，杰克想要顶过来。嘿嘿。我在下面看着他们。嗯，我们有一条小密道哦。好，他们看得到啊。他们在，啊、你在发亮。为什么只有？哎、欸，啊，他们有一个人跑去哪了、啊？四个人，一二三四。哎，对啊，五个。哎、欸，还有一个不见了，哈基宝跑去哪、啊？二四五，他接头上啦，上面八七啊，在头上。不要、哦，他跳下来要扣很多血啊。他可能有。除非他跳 Enderpearl 什么的，哎、欸，他们要抵过来了、欸，他们来了，他们要抵过来了，啊，哦，哎、欸，谁比谁高？哎、欸，然后顺，然后吃哥来给我顺过去有没有？你要小心哦。嗯，我觉得他们可能会这样做。哎、欸，我这样下不去了。哎哎哎，他进来了，他进来了。吃的、喔、没有，没有顺的，用顺的，他是丢的啦，很顺的，顺的。那我有 Ender 货应该用的。哎，杰瑞剩半颗星哎，没关系啊，对对对，如果限高的话。下面哦，下面他们有些小挖地洞哦。有有有有。哇，他刚是用丢的，对他用丢的，嗯，他可能也计算，应该也丢的。我想说应该不会摔死。想吃了吗，汪汪？汪汪，试试看啊，试试看啊。最下面两个落单呢、欸？对啊，两个落单。孩子们要先收最下面的。我们后面有那个路小密道吗？对对对对。
你们要不要跟团团走？后面，小咪，他们上面也不能干嘛，他们上面也要很后来才可以下来。能下来吗？好，下去先打下面的两只。嗯，反正最后会限高限地啊。哎呦，下面要打起来喽！走喽！哎，有人下去了！之前你们被压了，不要动了！我们这边的啊，你不该过去的。杰瑞被压，对，嘿，被压就好了，他们全部都下来喽。嗯，完了，繁星落单了！哇，你要一打全部啊？什么？太难啦！那我们还有200在，200上啊，可以的。厉害的啊！哎呀，哎呀，啊！哦，痛了了，八七八七，我没想到能真的打到巧克力，超级超六哎！你可以把那一幕剪出来，是 end 破过来。对，我想说，就我还有一颗 end 破，我原本想说要不要用，又很怕用了又死掉。说我是已经抱着必死决心要冲过去了，来我来乱玩一下。然后同学，我没死，漂亮的东西，太猛了，刚好站上去。如果在衰落的时候 ，Ender Pearl 到平面，它会有衰落伤害吗？不会，就是 Ender Pearl 的伤害而已，就是 Ender Pearl 那两滴血而已。刚应该要 Ender Pearl， 那他怎么摔了？哦，我就一直后退，哎，踩空啦！垃圾，哎，真的，我还能那个安德超容易生气气的，真的。为什么在上面你知道吗？因为我刚看到两只，我就底高了。而且我在新怪前十秒吧，我不是打到剩半滴血。团团也是，莫名被追，真的是莫名哎。我要签名，签名。下一张，下一张，不，可怕的地方。四级，我们竟然第一场欢乐赛有玩到快半小时，哎，对啊，这不欢乐，两边，这一点这一点都不欢乐，对啊，很刺激的，这样说就代表等一下要非常的快乐，要五分钟，对，等一下就是什么风力100，然后先开打了。哇塞！哇塞！漂亮的地图，哇塞！超人地图，好黑哦！怎么那么黑啊？好黑哦！哇！难道要哇了吗？哇！好多珊瑚！哇！又要给那个三叉戟的吗？要波涛了吗？要赛亚人了吗？那可以先享受，嗯，晚一点再来。好。我直播开到非公开，难怪没有哦。哦，比没开麦还惨呢。哦，原来是没有公开直播啊。一个人的直播，好可怜。直播可以未公开，可以啊。YouTube 还可以私人。有人了，终于有人看了。我的观看数饿了，有人看了，不是病了，是觉得难过。我的观看数又饿了，哇哇，破纪录了！我的 YT 有人打字，好开心哦！今天有钱了，终于有人了，太可怜了！哇，迈向实况的第一。终于有人一起跟我看实况，不止自己了。好想你，好想你，好想你，繁星一度怀疑是不是大家都不想看我。87,878,787。为什么两边都不讲话呢？赶快怀疑人生，繁星发开心，怀疑人生。地图提供者，小昨天明明才画过图，怎么今天坏掉不能开台啊？他偶尔会这样，怀疑人生是不是过气了这样子？是啊，没错啊，不会过气，会啦会啦，过气了。啊，永不过气。飞机分队，分队，好，分库巴提供，分库巴，库巴，库巴。换了，这就是人生啊，波浪服。好想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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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西瓜。好想你，
不是假的假的好香。会不会落到水里面、啊？直播没公开的87 H A H A U 在陆地上找了，那就只有在半边。小李阿贝西丁，走。好想你，好想你，好想你，好想你。我不想去游泳。是真的真的好想你，不是假的假的好想你。Q Q 哦，好多星星，感谢哦，就在水附近，感谢星星。你们是轮流哦，气、哦！好，维卡，维卡，我看到树上有波订阅潮，我看到，看到，树上有一波订阅潮，好厉害哦，还不敢敢？你要被订阅吗？往树上去吧，开箱子哦，就订阅你哦，开箱子，时机刚好哦，早起，早起。哇，这要上树也很累。还记得当时吃的恐惧